棒棒龙出动！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！什么事了？今天晚上将会有50年一遇的能肉眼看到彗星的机会。探测卫星发现的梦想彗星将会来到太阳系外部。今晚有50年一遇的彗星？彗星是围绕太阳旋转的天体，当它接近太阳时，会分解成彗头和彗尾，就像扫帚一样。没错，新闻说这次会非常靠近地球，用肉眼就能看到。哦，真的？好像很酷啊！我们一起去看彗星，一起许愿吧。彗星掉下来的时候许愿的话，就一定能愿望成真。啊，我们去高一点的地方能看得更清楚，不如去小镇后山吧。不过怎么办？我今天要跟妈妈去阿姨家，好像没时间去了。你们应该也有约了吧？我好像也约了别人，可能去不了了。我也是。真的？那就没办法一起看了，只能我一个人去看了。安仔，你又想做什么？我看到卢卡斯这么开心，这么兴奋，就想给他一个更加特别的惊喜。所以呀，左儿，要不我们这样做？这样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万龙你好啊！咦，卢卡斯，你好。不过你打扮得这么帅气，是要去哪里啊？我今晚准备去看彗星。彗星？能看到彗星？在哪里？我要去很高很高的地方。哇，万龙这么高，肯定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吧？应该吧。不过你一个人去吗？怎么了，卢卡斯？原本打算跟朋友们一起去的，可是他们都有约了。我和爸爸妈妈说要跟朋友们一起去是假的，我打算一个人去。一个人？那你要跟我一起去吗？我可以帮你靠近一点，看到彗星。哇，真的吗？我刚好对彗星很好奇。好呀，你看到肯定会吓一跳的。那我们先去后山山顶上吧。好。什么？出门了？他爸妈说，他说跟我们一起去的。我跟他们说，可能是我们错过了。啊，他刚才是说要到后山山顶看吧？太阳快要下山了，要是不小心迷路就糟了。这样不行，我们要赶紧告诉韦斯。没错，这是好主意。现在太阳快要下山了，要打开手电筒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加油。卢卡斯，你没事。万龙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。只是跌倒的时候稍微撞了一下。嗨，卢卡斯，你呢？我也没事。都擦伤了。等一下，这样很快就能愈合了。谢谢你，你连这些都提前准备好了，卢卡斯，你真厉害。去爬山的话，肯定要准备的。我可是儿童恐龙探险队的成员，再爬一会儿应该就到了。快走吧。
摔坏了。这么暗，看不清前面的路啊。怪龙，怪龙，怪龙！卢卡斯，卢卡斯，卢卡斯！你们确定他去了小镇的后山吗？嗯，他之前说过想一起来后山上看彗星的。他说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答应他就好了。我本来还想给卢卡斯一个大大的惊喜呢。别担心，肯定能找到他的，不过还是要叫上科里，这样才能更快找到卢卡斯。科里，卢卡斯一个人去小镇的后山了，麻烦你找一下。嗯，任务接收完毕。科里，警察力量变身。我也马上出动。卢卡斯，怎么办？对不起，这都怪我，疼吧？没关系，卢卡斯，而且是我先提出要一起来的。看来我们今晚是很难看得到彗星了。别灰心，卢卡斯。咦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好像是直升机的声音啊。我是科里，我是科里，我已经找到卢卡斯和万龙所在的位置了。莫里，我把位置发给你，你快来有灯光的地方。韦斯，科里说他已经找到卢卡斯和万龙了。嗯，你说万龙？我在前面带路，韦斯，你们三个跟着我。嗯，好的。卢卡斯，万龙，你们再等一会儿，茉莉和其他朋友们马上就到了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太好了。卢卡斯，你没事吧？卢卡斯，你们不是说有约来不了了吗？我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我没事，只是万龙他……万龙，伤口没事吧？嗯，你看，卢卡斯刚刚已经帮我处理过了，幸好没有伤得太严重。卢卡斯，一个人爬山是很危险的，而且还在这么晚的时间。我也知道，但是我真的很想看彗星，以后我不会这样了。好，现在不用担心了。我上次也用灯光照亮森林的路，安全地救走了迷路的恐龙们。莫里，你还记得吧？那时有拥有美丽头角的三角龙和会擅长撞击的甲龙。我和科里会打开灯光照亮道路，大家跟着我们吧。嗯，好的。星星了，卢卡斯，你还好吗？不用担心，卢卡斯，云层马上会散开的，我们再等等吧。那真是太好了！哇，从山顶看下去，我们的小镇好漂亮啊！哇，看到我家呀，阿仔！
希望下一次还能跟最好的朋友们一起看彗星。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声音、啊！天哪，太危险了！你别管，什么呀这是？啊，吓我一跳！对不起啊，你们被我的弟弟们吓坏了吧？啊、你们几个不能跑去那边，真的很对不起。你们几个在斑马线前面一定要小心，不要打闹玩耍。为什么从刚刚开始肚子就有点疼了？好棒呀，乐平演的电影。对呀。飞利，你们要看清楚红绿灯再过马路，看到红灯要停下来乖乖等待。对不起菲利，我刚刚没注意他们就不守交通规矩了。不过你们是准备去哪里吗？那个啊，真的吗？嗯，在爸妈旅行回来之前都由我来照顾所有的弟弟妹妹。兄弟姐妹这么多，全都是你的弟弟妹妹吗？那倒不是，那边两个是我的弟弟，这边两个是亲戚的妹妹，其他都是邻居家的孩子。鹦鹉嘴龙都会一起照顾小恐龙们，原来是真的呀。没错，哥哥为了帮父母的忙才会去照顾小恐龙们的，除了自己的家人和亲戚以外还会帮邻居照顾。哇，那就是恐龙幼儿园了呀，你真厉害，肯定很辛苦。没什么，菲利，我们也去帮忙吧。好呀好呀。我们可以帮你做什么呢？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不是，其实从早上开始肚子就有点痛了。是吗？那你应该到佩利那边治疗一下呀。菲利，文斯啊，小鹦鹉嘴龙们就拜托你们了。快点走吧。有危险！你不能这样突然跑出去的，还有一定要看清楚路况再走啊！孩子们，不要这样，快笑了，不行！全都给我停下！不能再这样下去，警察队全部出动。好的，知道了。科里，警察力量变身。莫里，警察力量出动。哦吼，请让让让让，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莫里要来啦。怎么样了？看来是腹泻了，他应该要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才能好。真的吗？可是我的弟弟妹妹还在等我呀。别担心，菲利和文斯会照顾好他们的。我知道了。孩子们，今天我们会做你们一天的老师，教你们学知识。老师？恐龙和人类大家要一起安全生活，就有一些规则需要大家共同去遵守。规则？什么是规则？我也不知道呀。规则就是没错，就类似约定。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安全规则吧。我最讨厌学习。不要，学习好无聊啊。
不会，我们会有趣生动地教你们的。没错，不要担心哦。孩子们，你们看到前面的交通灯吗？现在恐龙的图案是什么颜色呀？红色。没错，看到红灯的时候就表示不通过，但是只要这个交通灯的恐龙图案变成绿色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举起手走过去。为什么要举手？这是为了告诉车辆你们要通过马路。哦，那么现在茉莉会先做一次示范，看好了，茉莉、克里，开始吧。谢谢你，茉莉。好，那么现在你们一个个来吧。没错，做得好。啊！等等，停下！怎么了？现在是绿灯啊，不可以过马路吗？如果绿灯再闪的话，代表很快就会变成红灯了。你看。因为信号变得很快就会有危险，这时就不应该过马路，而是要等待下一次的绿灯。哦，做得好，做得好，大家都很棒哦。哇，来，安全教育已经结束了，现在是茉莉的欢乐跳舞时间。那么我们开始吧。首先用屁股画一个大的数字八，摇呀摇呀，接着我们自然加上手臂，像这样左边右边，好，往这边屁股摇几下，我们往那边手臂摇起来，看起来茉莉比孩子们还开心啊。就是这边那边开心点，茉莉停下来，停下，往这边跳，往那边跳，茉莉，对不起，孩子们你们要小心，慢慢滑下来，要按顺序一个个滑下来哦，知道吗？现在可以歇会儿了。对呀，孩子们真的精力太旺盛了。就是啊，刚才我跳舞的时候也跳得很累了。真的，我看你一点也不累，反而很开心啊。有吗？孩子们不要吵架，不能吵架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是我先来排队的，他说要先滑下去。大家一起玩耍的时候要守秩序，这样才能安全地玩耍哦。这对我了。没有呀。这样很危险的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韦斯，太好了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真的吗？那我现在得赶紧去找弟弟妹妹了。要不你还是多休息一会儿吧。不用了，多亏了韦斯和佩利，我现在真的没事了。你看，知道了，那我带你过去吧。嗯，谢谢你，韦斯，谢谢佩利。啊，不行，快过来，停下来。这样子横穿马路是很危险的。小恐龙，你在哪里呀？到底去哪儿了？不过你确定他们在这里吗？也太安静了吧。就是啊，可他们明明就是说在公园的。孩子们，哥哥来了，孩子们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呀。嗯，不过看来警察小队帮帮龙都很累啊。
还是感觉大家都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呀。就是啊，真是太好了。啊，不行，要举手过马路。红的，不能过，绿灯才能过马路。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辉煌壮观的城市居然一夜之间沉没在海底，会是真的吗？原来这座城市曾经住着薄片龙啊。哇，真的好神奇啊。可是为什么会沉下去呢？有推论说是火山爆发导致的，也有说是地震。地震？什么地震？我们在说因为地震沉没的传说中的城市。什么传说中的城市？如果能亲自去海底探险就好了。有没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有一个好主意。韦斯，你们好，朋友们有什么事吗？韦斯、莫莉，能帮一下我们吗？什么事啊？韦斯，我们想去那个沉没在海底的传说中的城市看看。传说中的城市，你们会一起去吧？这是可以去了。好吧，如果你们真的那么想去，就去吧。呀呼！耶！太好了！哇，我们终于来到海里了，好漂亮啊！可是安仔呢？看这儿，这小石头在动呀！小石头？这不可能。这是什么？吓我一跳，原来是寄居蟹呀。哦，你们也看到了吧？那石头后面好像有什么，是什么呢？难道可能有危险？你们先待在这儿别动。是一只小薄片龙啊。小薄片龙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我跟妈妈走失了。真的？是在哪里走失的呀？我不知道。不要哭，小薄片龙。对呀，我们会帮你的，别担心。你们那传说中的城市呢？是啊，我们还得找传说中的城市呢。但也不能把它独自留在这儿啊。是啊，我们一起找，很快就能找到他妈妈的。好吧，我们帮你找到妈妈。我就知道安仔跟我们想的一样。对呀。我们再往下潜一些吧，薄片龙不生活在浅海区，在这里看不到他们的。走吧，小薄片龙。深海区比刚刚浅海区暗很多啊。是啊，而且有很多以前没见过的鱼。小薄片龙，你之前有没有来过这儿？我不知道。那我们再看看吧。咦，那里有亮光。咦，妈妈。是你妈妈。危险！超级勇气力量变身，帮帮帮铁钩发射。原来是电摇啊。外星外星，天啊，差点就出大事了。如果靠近电摇的话，有可能会触电受伤，大家都要小心呀。知道了。小薄片龙，深海里可能会有危险，你要好好跟着我们，知道了吗？我在前面带路。怎么回事？总觉得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。我在那边。
家都躲到这边来。你们觉得剑圣鱼会追到这里来吗？莫里一定要平安回来啊。看到他的牙了吗？如果被他咬一口，哇，妈妈呀！安仔，莫里，我被你吓到了。莫里，甩开那条剑圣鱼了吗？嗯，已经把他送到十万八千里外了。做得好，太棒了！这里是小不变龙去哪儿了？谢谢你们的帮忙。别客气，能帮他找到妈妈实在是太好了。不过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城市吗？对吧？一定是吧。要一起四处参观一下吗？哇，太好了。哇哦，实在太美了。哇，实在太梦幻了。哇，小不变龙终于回来了。我把朋友们也带来了。大家好啊，朋友们！遥远的海底里藏着神秘土地，我们在寻找传说的城市，怀着激动澎湃的心情，大家一起来跳舞，呼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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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嘟嘟吧吧，嘟嘟嘟吧嘟。实在太奇妙了。小不变龙找到妈妈了，我们也参观了传说中的城市，是时候要回去了。我不要回去，我太喜欢这儿了。安仔，不要嘛，再玩一下嘛。太晚了，是时候要回家了。不要啊！朋友们，现在是时候回家了。你们几个也太能睡了吧。这是哪里呀？传说中的城市呢？小薄片龙呢？哈哈哈哈，你们是做了什么梦吗？好了，快起来吧。韦斯、莫莉，你们都忘了吗？我们不是遇见了可爱的小薄片龙吗？首先有美丽的传说中的城市，真的忘记了吗？我们还遇到了这样的荧光水母呢。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果然夏天就应该在海边喝西瓜汁呀。没错没错，好喝到让人不由自主的跳舞。莫莉真拿你没办法。韦斯韦斯，韦斯出大事了，现在要马上行动。出大事了，到底怎么了？那个那里很危险，韦斯快点过来。大力，莫里好像出什么大事了，我们赶快出动吧。收到。
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？为什么突然有地坑？别的地方也有地坑。什么？怎么办啊？看来需要我们工程车小队队员出动了。朋友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卡车、搅拌车、推土车、压路车、吊臂车，我们是工程车小队。工程车小队真是朝气蓬勃呀！就是呀。哇哦，超级大的地坑啊！大小和形状都很完美。韦斯，挖地坑的话，应该要叫上我们工程车小队呀。不，这地坑不是我们弄的，我们刚来到的时候就有了。看来地下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。啊，那地坑突然出现。所以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。很好，我们一起帮忙把变得一团糟的城市恢复原样吧。走吧，朋友们。我和菲利一起出去看看为什么会出现地坑。莫莉，你留在这里梳理交通情况。不要担心。哟呼，还有科里，天上的侦察就交给你了。收到。莫莉，商业街这边好混乱呀。收到，现在马上过去。来，请先往这边走，这边的车请先停一下。不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默默，珊珊，情况怎么样？我做的不错吧？不知道珊珊那儿怎么样了？你怎么这样？我比你做的更好。很完美吧，在我们队里，我是记大力之后。默默，这会儿功夫去哪里了？哇，做得太棒了！吓我一跳！怎么被吓到了吧？才不是！做得好，蓝宝、绿宝，你们那边怎么样？绿宝进展很顺利呀。很好，大家再加把劲儿吧。不要担心。收到，放心交给我们吧。菲利，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就马上告诉我。咦，这脚印好像刚才在路上也见过。看来城市里出现的地坑果然和恐龙有关。这牙印是……果然，原来如此。韦斯，从草原到城市这边，接连出现了好几个地坑呢。是吗？知道了，我好像找到嫌疑人了。真的吗？
就像科里说的那样，真的有很多地坑啊。这些地坑下面肯定有恐龙。原来地坑下面有恐龙呀。绝奔龙，你在里面吗？原来地坑下面是绝奔龙呀。哇，你怎么知道地坑下面的是绝奔龙啊？韦斯，你真了不起。吓我一跳，他们是怎么把地挖得那么深的呢？绝奔龙真的好厉害呀。朋友们你们好，我是默默。现在好像不是打招呼的时候呀。珊珊，你被吓到了吧？反正我们的珊珊呀每天都会被吓到。才不是，我没被吓到。看吧，被吓到了吧。那是因为绝奔龙们挖的洞导致地面坍塌，城市里才到处出现地坑的吗？没错。对不起，因为我们太热了，所以想钻到地道休息，但是没想到城市会因为我们变得乱糟糟的。现在知道了，下次不再那样做就行了。知道了，韦斯，我们再也不会那样做了。但是韦斯，你是怎么知道绝奔龙是造成地坑的嫌疑人呢？这个嘛，看到地被挖开的痕迹和叶子上的牙印，我就想到应该是他们做的。听到科里说的话后，我就更加确信了，因为绝奔龙是很喜欢挖地洞的。什么？不对不对，虽然我很喜欢挖地洞，但是我绝对不会挖小镇的，不会的，一定不会的。现在都结束了吧？好像快结束了。不，不对呀。还有什么要做的吗？敬请期待吧。朋友们，走吧，现在到我们出场了。好嘞，走吧走吧。绿宝，交给你了。收到。黑土车双倍噔噔。压路车双倍噔噔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怪物，怎么回事？怪物出现了。哇，那是什么？有怪物。不是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女头怪物要追过来了，救救恐龙。
没什么事吧？小阿伟斯，今天真的是非常平静哦。啊？咦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菲利，你快去市中心十字路口看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知道了，伟斯，我刚好就在附近，我马上就过去看看。佩奇，我们也赶快出动吧。嗯。伟斯，用新力量变身。泥土怪物停下来了，他们可能还会突然跑过来，小心点。哇，他们长得好可怕。哎，一个都别动。哇哇，泥土怪物露出你们真实的面目。是我呀，安仔。我是莫里呀。还有他，他是小吉龙呀。我不是怪物。什么？安仔，你们是莫里和吉龙。是我。你们先把脸擦擦干净吧，来。还以为有怪物吓我一跳啊。没事，真的太好了。我们会负责了解清楚情况的，大家可以放心回家啦。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，到处乱走？不是。连莫里尼也不是那个事情是这样的。安仔，你来帮妈妈跑个腿吧。跑腿？哎呀，外面在下雨啊。安仔下来了没？现在就来。最讨厌下雨天了。雨伞啊，可是会淋到雨啊。没事，因为我最喜欢下雨天了。你喜欢下雨天？像这样踩水也很凉快，很好玩，而且雨滴的声音也很好听哦。雨滴的声音很好听。你认真听。滴答滴答滴滴滴答滴滴滴答，你不觉得很有趣吗？有点像打鼓的声音。雨滴掉落的地方不同，发出的声音也不同。你来这边啊。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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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也开始喜欢下雨天了。哇，你看看，是彩虹，太美了，我们走近一些看吧。小鸡龙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小鸡龙，你的脸，我的脸怎么了？那你呢？啊，我的脸也很搞笑，现在很好笑。居然敢笑我！泥土攻击！这不是安仔和小鸡龙吗？他们在打架。安仔，小鸡龙，不要打架。茉莉，你们俩，茉莉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你们站住！没有，我在帮妈妈跑腿，路上看到小吉龙就跟他玩啊。对了，跑腿，糟糕了，妈妈说急着要用的。什么？那你赶快去吧，我也跟你一起。嗯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哎呦，你们这群淘气鬼。不过呀，好在你们三个都没有受伤，你们下次玩也要有个度，知道了吗？嗯，知道了。谁也不知道下次下雨会怎样。茉莉，啊，你是茉莉？哇，居然，不可能！你跟我说让我不要玩的，唠叨了无数次，你自己居然把自己弄得浑身是泥土，还不如敷个泥土面膜呢。我就先走了。茉莉，你不要先洗洗干净再走吗？谢谢你，大家再见。你不是去玩了的话，那是怎么回事？你快说话呀！茉莉。好，你们也准备好洗澡了吧？啊。安仔，小鸡龙。妈妈，让你跑腿，你跑哪去了？我多担心你。对不起，我只顾着跟小鸡龙玩。小吉龙，你是不是又去淋雨了？今天尤其特别非常好玩呢。但是你也不能玩得太过了呀。安仔，你也是哦。好。维斯、威奇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那么我们下次见。好，走吧，回家了。小吉龙，再见，我们下次再玩。再见哦。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要是我现在不过去，等下可能就变红灯了。现在没有车。安仔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才对。威力，不是那个，因为我有点急事，所以你又不戴头盔。哎，我忘记了。还有，过马路的时候要先从滑板上下来，然后再过去。知道了，下次我会好好遵守的。不要想着一次半次没有关系，大家都这样就乱套了，而且小规则疏忽有可能变成大危险哦。迟到了，下次见。啊，安仔，头盔。居然
然是体验警察的一天，好期待呀、啊！我也是，我昨晚兴奋的都没睡好觉。朋友们，今天的体验可能会有危险，所以要好好听警察小队的话哦。知道了，不用担心。那么今天你们就跟着警察小队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吧，祝你们有愉快的体验。嗯，请多多指教。也请大家多多指教。但是安仔，那鼓鼓的包里装的是什么啊？这个感觉今天的体验会用上这些、所以准备了一下望远镜，还带了取材时要用的，还有肚子饿的时候要吃的。安仔，谁看了还以为要去旅行呢？受不了。刚刚接到警报说海边道路上突然有很多东西掉下来，请你们马上出动。嗯，菲利文斯，哪里有变身？是谁把核桃壳扔在这里的呢？有点奇怪啊，这里没有核桃人，只有核桃壳。是啊，好像是有人故意撒在地上。大家先跟着我来。齿龙啊，果然是故意撒在地上的。商齿龙，原来是你，吓我一跳。哎呀，商齿龙真的好聪明啊。安仔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因为你车道都变得乱糟糟的了。对啊，要是你的行为导致车轮爆裂或者发生事故的话怎么办？对不起，核桃实在是太硬了，我很难打碎嘛。这样做很危险，下次需要帮忙就来找我们。嗯，知道了，下次不这样了。幸好没有发生事故，不然可就糟糕了。就是啊，菲利，公园那边好像出了点事，请你们马上出动。收到。垃圾桶里的食物是不能吃的，吃了会拉肚子的。我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冷齿龙，跟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吧。谢谢。这里我们来收拾吧。谢谢你们。妈妈，不去了，我们现在得马上行动。又来，这次是什么事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没人受伤吧？好可怕。看看这烟雾，是不是着火了？这些烟是莫里为了让蜂群安静下来造出来的。蜂群？可能会有危险，你们在这里等我们。好吧。我们快走吧。我们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呢？既然这里可能有危险，不如我们直播通知大家吧。好呀，这是个好主意。小镇的居民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我是安仔。祖儿，我是卢卡斯。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日警察的体验。现在这附近有蜂群出现，所以请不要靠近这边。刚才把蜂巢，这样了，我看到了。你说什么？好蜂群了，现在大家可以放心了。哎呦，真是太好了，果
然有警察小队在，很让人安心呢。没错，真的感到很踏实。那我们现在也出发去现场吧。再见，再见。再见。菲利，你看，好像有人碰了蜂窝，还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会是谁做的呢？菲利，看看这里。好像被蜜蜂蛰了，怎么被蛰成这样？你是镰刀龙吗？你去碰蜂巢了吗？那个，我今天路过的时候闻到蜂蜜很香甜。甜甜的味道。哦，在这里。哦，一定很好吃。知道了。啊，好疼！像你一样随便碰蜂窝是很危险的行为。我不知道。蜂窝留在这里是个安全隐患，我们得赶快移走才行。需要叫艾奇吗？没时间等他过来了，我们得自己来。就知道会这样，我已经叫上科里了。我们负责拆蜂窝，然后科里把蜂窝安全的转移就行了。做得好，莫里。科里，朋友们，你们好。科里，可以了，拿上去吧。科里，啊，蜜蜂追过来了，快跑，科里！不行。终于知道警察小队平时的工作是有多繁忙了。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守护帮帮龙小镇的安全。谢谢你们。哪有，今天多亏了你们帮忙才对。还有，我以后一定会遵守公共秩序。安仔今天也学会了很多东西嘛。啊，对了，今天多亏你们的直播，居民们才能够及时的避险。对啊，还有，这是礼物，感谢你们今天的出色表现。哇，是警察徽章，太棒了。完了呀，不会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吧？他说马上就到了，我们还是先等等吧。你们看，洛奇来了。咋呀，我没迟到吧？洛奇，我们都很担心你，以为发生什么事了。你如果再迟一点，我们就打算不等你自己去了。什么？真的吗？洛奇，你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吗？你到底为什么迟到呀？其实是因为好久没跟大家一起出去玩了，太高兴所以睡了懒觉。什么？太高兴了所以睡了懒觉？我真的受不了你啊！就是啊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还有到时候篝火时间打算唱歌，所以为了带上这个就迟了一点。
你就这么期待去露营呀？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大家都到了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嗯，东西都带齐了吧，茉莉？那当然了。刚才我都确认好了。太好了，那么大家一起出发。车不重吗？我们放了很多东西的呀。哎，我没事，还挺轻的呢。咦，你们看呐，啊，很像绿色的海浪啊，真的是太美了。发现这么好的地方的呀！就是啊，真的太棒了！哇，真好呀！什么？洛奇，真的够路？不行了，快点吃美味的大餐吧！快快！哎，我是哥哥！好呀好呀！茉莉在拖车里面，别担心，我已经在拖车面前了。怎么了，茉莉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在拖车里的东西全都不见了。什么？不见了？真的什么都没有啊？空荡荡的，好奇怪啊！我刚才明明都已经放进去了。你真的确认好了吗？出发前准备的那些东西都去哪里了？真的是有的，我明明都整理好了呀。但是现在没了呀，茉莉，你难道自己把食物全吃光了？什么？洛奇，现在你是在怀疑我吗？不是，我不是怀疑。洛奇，茉莉，现在这件事情不是重点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维斯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得在森林里找到必须要用的材料了。在这里？没错，在这里。我们只要找到木头啊、果实之类的东西就行。嗯，洛奇和茉莉负责寻找果实之类的食物。菲利和乐平负责收集木材。知道了。我和汤姆、威奇就在这里寻找制作帐篷的绳子和木材，顺便把烧火堆的坑也挖好。怎么样？好的，就这么决定。这些好像能代替绳子用来固定帐篷。韦斯，你能弄断这些藤条吗？知道了。超级高压！果然是韦斯，太好了。那么我也，嘿。Thank you.
原来的料理工具和食物都不见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现在这样也很有趣。就是啊，我们亲自做菜还更好玩。木材好像不太够呀。我跟菲利把多余的都堆在那边了，我现在就去拿。那我也去拿点蔬菜和水果。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都乱糟糟了。这是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，威奇？刚才我明明把果实和蔬菜都放进篮子里了呀，现在全都不见了。这样一看好像是有点奇怪，是我的第六感出错了吗？我们找的东西好像都不见了。你看，都说不是我没有整理好呀。真的？东西真的是凭空消失的吗？刚才整理好的藤条都不见了。我们的树枝都弄得乱七八糟了。好奇怪呀，这里除了我们应该没有别人了呀。要不我们搜查一下附近吧。好的，菲利和莫里夫。这是。你是谁？被发现了。你好，我是美和龙。你现在在这里做什么？不是，其实我听到洛奇兴奋地说要去露营，我也想跟过来。肚子饿了，本来想先吃一点就停下的。因为我破坏了你们的露营计划，所以想要帮助你们。我叫来的食物更多，有更多。这次真的只是想吃一个水果的，我不是故意这样做的，一开始只是肚子饿才吃的，之后就是因为吃了你们的食物才偷偷帮助你们，结果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还以为是莫里做了什么。对不起，莫里。没事，现在解开误会就好了。美和龙，你知道偷吃别人的食物是不对的吧？对不起，真的。那么，因为犯了错，就惩罚你，跟我们一起好好的玩，一起来露营吧！真的吗？真的可以吗？那当然了，今天是大家一起开心玩耍的日子呀！谢谢你们呀！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